北京时间7月21日。尽管目前安东尼的下家还没有确定，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钱荒会成为火箭的第三巨头。此前他刚刚和保罗一起在洛杉矶训练，两人关系显然很不错，这就为安东尼加盟火箭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。现在休斯顿的真正领袖也是绝对老大詹姆斯哈登终于第一次开口了。哈登亲口表示他欢迎安东尼加盟球队。哈登在参与一个活动时谈到了安东尼，安东尼如果能来对我们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，他已经来到了生涯这个阶段，我想他明白赢球的重要性大于一切，而这也是我们想要的。我对球队一直很有信心，他来肯定是好事。这下可能阻碍前国家盟火箭的唯一障碍也没有了。如果说保罗开口不算什么，那么当火箭的主人哈登开口欢迎安东尼，他就可以来修成了。现在的问题是三方交易何时才能完成 NOXV